好的，南韩武汉肺炎病例是由境外感染变成本地的社区传播，当地民众不满总统文在寅对中共的态度，从1月23号开始就在青瓦台官网上请愿，尽快要求政府禁止中国旅客入境。请愿在22号截止，总共有超过76万人来做联署，而目前呢，南韩只禁止14天内到访中国湖北省的外国人入境。